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看嘛，这又是谁？谁呀？以后就是我公主。以后就是我公主。以真烟脑来打。好像泰国跟新加坡都是进行这些事情了。周子烟反而比较不容易那个细菌，那个肺啊不行。这些电子烟纤维黄酒嘛，因为它是内烧嘛。它也可以纳入文创馆，那就变成放在你们的工厂里，像这种东西是做功课就跟他说起，毕竟他等一下看穿了有点。那哪是他自己发自己的？但是你们是有心理要不好，那带回家一个个拿开。这个我是留给我吃的，这是要给太太吃的吗？这是要什么？这个是要干嘛？这是要发给小朋友的。好，可以发了。OK 啊。不要呀！就是我只会吃那个烫饭的那一个。要有没有拿那个？好，没关系，我先那个先把那个碗拿出来，这不多吧？36包。这只能发给小朋友。对，那没有那么多小朋友怎么办？你吃的糖，退给医生啊，退给你。我先闻，他有没有东西要加持？没有。再来我也不收了。好，麻烦了，你就直接帮我摊出来吧。你要干嘛？就摊在上面。不是啊，就是摊在，他说要留在一起的，我没有要留了。过一个再拿一个方法，快点。要点劲道。好，就这样。给那边里面。这个拿出一排，给他们排就好了。再帮我排，快点。就在这。快点。
不要问，不问了你们怕。问了下次怎么变？下次怎么变？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